小姐你好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现在警察正在抓我，我能到你家躲一下吗？你是练法轮功的？嗯，那赶紧进来吧。对，来，来这边。好，你就藏在这里。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明明看见他上来了，我这边问问。你这干什么呀？找谁呀？哎，你有没有看一女的，大概这么高，背着个双肩背？没有，我这都快睡觉了。哦，对不起啊。走走，这家看看。好。你知道隔壁的这家人去哪儿了吗？哦，你说李美琪啊？嗯，长沙路那不有个饼屋吗？那是他开的，你到那儿找他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，谢谢您。嗯。还真是你啊，你认识我呀？嗯，你看你想喝点什么？柠檬茶吧。好的，那边的曲奇饼干都给我各来一份。好的。谢谢。老板娘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你呀、啊，嗯，老板娘，这是要谢谢你啊，当时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没事儿，这不是举手之劳吗？这可不是举手之劳，多亏遇到了你，你又这么心地善良，要是遇到别人的话，说不定会是什么样了。来，先坐。嗯，幸好呀，你今天来了，过两天说不定你还见不到我了呢。见不到你，因为疫情期间。生意不是很好，林美琪，咋搞了？你看啥看啊？是我的店。我告诉你啊，钱再不到账，过两天我们就关门换锁。这两天啊，你该收拾收拾，该干啥子干啥子。你们就不能再宽限我一段时间吗？还宽限？哎，这两年你都欠了40多万了，没点数。我懒得跟你废话，这个啊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对，小心对你不客气。啊、哦！哎，你不能这样呀！去！你们等一下。干嘛？你要咋子嘞？想打架呀？我不是想打架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？43万5000。哎呦，咋嘞？你还要替他还啊？20。对，我替他还。你们给我一个账户，今天晚上之前我就把钱打给你们。真的假的？真的不用。骗了可多了。那就是，哎，你不会是耍我们吧？如果你们今天晚上没有收到钱，你们可以照样来把门关了。哎呦！今天晚上钱要是能到账。我们呐，无限期的跟你续合同，怎么样，老婆？哎呀，杨飞！但要是钱不到账，我告诉你，有你好果子吃。账号，他这有。走。这么大的一笔数目，这可使不得呀！不行，真的不行。你听我跟你说，当时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我哪有今天啊？能为你出点力，
我真的太高兴了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谢谢，谢谢你。